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2020年呢个4月8日，仍然系一个疫战嘅时期啊！咁啊，大家别留无恙啊嘛，出街小心啲喎、啊。我哋已經冇睇電影咧兩個禮拜，啱啱而家錄音嗰時都收到個消息，係咪啊？正確嘅消息。我哋今日唔係未到第14日嘅，不過已經公布咗，公布咗，再去到24日先一睇，遲多兩個禮拜。咁啊，已經啲人咧已經開始取笑我，佢話：幾頭段寫嚟啦，啊，睇 Netflix 啦咁啊，事實上呢兩個禮拜咧，我係。冇入戲院啦，就一定啦，係冇睇戲嘅。林文先生，你有 Netflix 嘅？有嗱，我真係有兩個朋友都叫我，叫我睇 Netflix， 我都話遲啲先啦。又唔係話好大抗拒，不過咧就即係都係每日嚟㗎啦。除咗 Netflix， 睇 Netflix 都仲有好多方法睇戲嘅。咁樣就因為咧，即係呢個疫情咧，咁啊有好多你會睇到咧，成個城市咧，即係大家好明顯睇到有個好大改變。咁啊，今次啊張偉雄咧嚇就都一提話，不如講阿基拉啦咁樣。你講個阿基拉個印字都好似好簡單嘅啫喎，係咪啊？張偉雄，我唔記得咗啊，我講咗啲乜嘢？每日咪有阿基拉講起就講佢講所謂成個世界去到末日嗰個到底係啟示啊？是悲是喜啊，是有明天啊，這個這樣的狀態立刻博取啦，因為阿基拉我想有很多很多聽眾朋友都很無癮啊，就是在前那兩個禮拜左右應該陸續有些特別場，即是先映新版的修復版的阿基拉，那我想看多一次啦，應該可能還要執一些東西，因為佢點解咧？因為喺幾年前咧，大有黑羊都已經係預告，佢話佢要重新 reboot 自己啊。咁啊，佢話 reboot 自己咧，咁啊有兩個有兩樣嘢我哋期待嘅嚇，咩嘢咧？啊，漫畫嗰方面啦，係咪佢有新嘅嘢嚟去整啦嚇？咁啊，咁啊最先出咗嚟咧，就有呢個新版復刻版嘅阿基拉。咁啊。好可惜啊，睇唔到啊！你有冇買飛啊？有冇訂啊？之前冇。唔係，因為佢場數佢都幾多嘅，諗住上畫先買。唔係有啲小插曲啊！我諗啊，大家都知，如果有買飛嗰啲咧，一買飛嗰陣時咧，如果你冇即刻退飛咧，原來係有海報送嘅。嗯。係啦，咁點知有人咧就一聽到個知道咧冇得做咧，就即刻退飛。嗯。即刻退咗飛之後咧，就冇咗嗰個。紀念品反曬大面咁樣啦，咁啊嗱，依啲小插曲啦，唔好咁開心至得㗎嚇。事實上咧就冇睇好多戲咧，咁啊，不過不如咧，我哋都略略提下，仲有啲邊啲戲咧冇咗咧，作為頭啖湯係褪後咗㗎啦。係邊套啊？係啊，有呢個《2001太空漫遊》嘅係咯，版啦都係4K版啦，有《白髮魔女傳》啦，啊《白髮魔女》同埋《夜半歌聲》。Exactly 就4月1日原本都諗住睇依，而且依個都係應該新版嚟嘅，法國嘅新版。唔去張國榮紀念，就去翻呢個主題咧。仲有一部我諗住去睇嘅《Matrix》，又係做咗應該做咗兩三場嘅，但係就因為個疫情又冇啦。佢《Matrix》咧就應該咧，佢依一個做咧，我諗香港正嘅，幾敏感。一做完咗之後嗰時，因為佢就係迎接佢已經提出話佢會再翻拍。兩姊妹咧，而家會翻拍，唔係會再繼續接住 Matrix 嚟出嚟，咁啊非常之期待啦。咁啊講下 Matrix 係啦，講翻2001先啦，係啊，因為2001咧呢一個版本咧，你有冇喺大銀幕睇過㗎？2001睇過冇？唔係之前咧就都唔係好耐嘅啫，就係講嗰個。啊！登徒之選啊，嗰、那個係乜嘢啊？都有選2001年響電影中響咧電影資料館啊。神秘學與電影係嘛？係啊，電影神秘學。嗰、那個做過一次。咁啊，同埋佢早兩年咧，就喺呢個香港國際電影節做咗個4K版咁，我又去睇。4K版。然後再之前2013年都喺電影節嘅發燒友嗰度做過一次。
咁我即係嗰次睇過一次四 K 版，再睇過一次咁樣。咁誒呢一個海運版咧，你會唔會？你今日有冇買飛睇？全院滿座嘅喎，啊！我諗好多聽眾朋友都反曬面㗎啦，冇得睇。巨幕版呢個係。係啊，我。啊冇啦，你即係我冇買飛嘅，但係諗住睇，因為我通常都覺得滿曬座，去到實有一個半個咁樣攝下攝下。2001年打漫遊，我記得咧以前七幾年我都睇過兩次嘅。咁啊，但係咧嗰時嗰個版本咧應該係啊版面版嚟嘅。阿史丹尼及比利克咧就好興嘅嗰個版本嚟嘅，何解咧？因為剪咗嘅，嚇咁啊！你有冇睇到啊？嗰時七幾年嗰時，1968年嗰個我冇睇到嘅，但係七幾年咧就我喺海星戲院嗰、那個超巨幕版睇過一次。喺邊度啊？紐約海星。紐約就紐約，海星就海星。一條線嚟㗎嘛。啊，紐約咧就喺香港銅鑼灣，海星咧就係、是、喺。油尖旺，我哋冇幾耐嘅，係彌敦道黐住麗星戲院嗰個海星巨幕版。但係咧，深尾喺海運做嗰時，我都睇多一次嗰、那個咧超巨幕版。但係而家嚟講咧，海運做都上咗一次，因為嗰個幕都咁大。嗯。啊，咁啊呢個好可惜，就一早就已經爆曬，就點知啱啱撞正咧呢、這個咧就。戲院封院的時期就看不到了，所以這個可以我們做一個叫引子的，就是這一次的那個題目應張惠雄講那個說用亞基拉來講一種城市的末日或者是人的那個末日，亦都係亦都係個時關嘅問題啦，因為阿基拉發生喺2019年，係咁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今日我哋今年進入2022年咧，我哋都。我哋有冇講2020部戲啊？梗係有啦，你冇講，等等係啦。咁好多時咧，喺呢個咁嘅好特殊嘅關頭咧，電影文化咧係幾方面啦。一嚟就係、是有啲勁嘅電影人喺1968年啊、1988年啊已經做一啲叫做預測今年係咩狀態咁。阿基拉成日都講就係話嗰個奧運會嗰個情況啦，啊，好似係對應咗嚇，因為好得意嘅就係、是、哇！你咁快講到咁深入，同埋咁多嘢講，好唔講呢樣嘢，就算講2020同香港好有關係噶嘛，係咯，咁2020到底套戲講嘅嘢，我哋而家十年有幾多嘢咧？仲有喎，因為2020咧，仲有到2049喎，嗯，即係我哋又要投射緊我人類嘅將來，地球嘅將來。有很多戲咧，都好似指住咧，就2020咧係大件事嘅，啊由1980年代開始啦，嚇、嗯，因為你《Blade Runner》第一個咧就2019咧，啊，但係我哋香港叫2020啊嘛，香港唔知點解咧有個先見之明，啊，就揾佢最撚尾個鏡頭嚟做呢個香港嘅嗰個戲名，我懷疑就係華納公司啊咩佢哋。都唔係好老禮嘅。李卓圖話俾我聽，因為呢部戲喺 Women Show 啦，所以咧嗰陣時嘅電影商真行，電影商真行咧就攞嚟做一個叫做籌款。係。咁嗰陣時咧就未有名嘅。未曾有名。結果佢哋要出個名啦，結果係電影商真行改嘅。2020係電影商真改嘅，亦都係咧即係應佢最嬲尾嘅嗰個，咁啊唔關阿邵卓士嘅事嘅。佢岌頭字佢得啦，係咪先？咁亦都係我哋香港人嘅一啲叫做敏感啊，係咯嚇，因為應該咧華納啊或者其他嗰度咧，佢雖然咧佢嗱呢個都一啲叫小閱讀咧，即係延伸閱讀咧，就美台灣就叫做《銀翼殺手》不過咧原來佢公映嗰時都係2020。《銀翼殺手》咧就係佢將阿 Philip K. Dick 嘅嗰本小説皇冠版嚟嘅，我都有買咗嗰、那個，咁嚟去做嚇。因為2019咧，其實大家即係都有好多外國嗰啲觀眾咧，都唔係咁明點解2020嘅咧咁樣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明眼嘅人咧，睇到佢其實有希望在嗰日，在明天嚟嘅。咁我哋而家去到2020啦。咁啊，所以咧呢個2049就出咗嚟啊！咁啊，阿基拉呢個咧就我諗佢有一樣嘢，佢應該估唔到嘅，其他嗰啲佢全部估到曬嘅嚇，因為佢預測
啊，有東京的奧運會，咁啊果然真係出嚟啦，不過要延期啦，變咗2021啦。咁啊有一個叫城市嘅沒落嚇，或者成個崩潰，呢個一陣會可能主題講嘅嚇。但係而家另一種崩潰啦嚇，而家都算唔算係叫城市崩潰啊？梗係算啦，啊梗係算啦，一陣你要講多啲添啦嚇。啊，因為點解咧？就係第四節都要提翻埋，例如有兩個個電影節目都要延期啊嘛，嚇都要講埋嘅，同末日有關嘅，或者同城市有關嘅。咁啊，仲有一樣嘢，佢你估唔到，我諗啊，大有黑人咧都估唔到咁應嘅係咩嘢？好簡單，一二三，估唔估到？係令和第一年啊，依個新天王啊嘅第一年啊，嚇！這個是最特別的，因為我相信他因為一會可能有時間就講多些，大有黑羊是屬於平成世代的動漫大師的，但是在超和的時期已經這些戲都出，這些故事漫畫都出了來了，一會可能第二節的時候多些介紹，這樣就會豐富大家去看這個阿基拉，或者你想認識阿基拉的時候咧，即係仲有好多嘢嚇。咁啊，呢個梗唔係而家講啊，而家交翻俾好似阿峰都冇乜嘢講喎。我哋嘅青春主持人阿峰係嚇，對你嚟講，你係咪阿基拉嘅世代嘅嗰啲人嚟嘅咧？睇嚟唔係咧，一面模糊咁樣。唔係你話細，即係中唔中意？即係日本漫畫啊，日本動畫啊，有幾樣嘢。阿基拉、工學同埋新世紀福音戰士，你點樣喺你嘅心中？係壓仔手大有黑羊，呢啲都已經係。如果講排嘅話，我自己就中意宮崎駿同埋金敏多啲嘅。宮崎駿就超和。Steampunk 漫畫嚟嘅。嗰個啦，呢個係 Cyberpunk。嚇，唔係 Steampunk 佢都有㗎。係係係。佢特登拍Steamboy 添啦，即係嗰個。他想接住嗰個來歷，佢好有用心嘅，因為大有黑羊嗰類嘅嚇。不過阿基拉我都喺唔同嘅年紀睇過，咁就即係都有各自嘅體會。不過即係正如好多戲都咁啦。係。咁啊，不過無論如何，我睇阿基拉都係集中去睇一個，即係一個處於弱勢嘅失敗者點樣取得成功，即係最後反噬嗰個主題就我比較。後生仔咧，應該講佢唔係叫失敗者，你頭先話係失敗者。係咯，話可能應該唔係叫失敗者。呢個字可能睇過。即唔係個冇人俾餐屎佢。係啦係啦。應該係講嗰樣。啊係啦係啦。嚇呢個係仲更加咩？即年青有才，不過咧有才咧冇人理你嘅。點解咧？係社會嘅開始腐爛嘅嗰時候出現嘅徵象嚟嘅。僆仔冇嘢俾人哋去。即係每日俾佢做啊咁樣呢個咧咁其實基本上可能今時今日咧你睇咧就更加入天啦嚇呢個主題。咁啊問一樣嘢先，你哋兩個有冇睇過佢嗰個漫畫版？嗱呢樣嘢咧，我真係我梗係自然冇啦，冇啦嚇不過我就知道好多中意漫畫嘅漫畫迷啦，其實知道咧。根本好似六集啊，嗯系，嚇好根本上咧，未盡套戲咧，套戲咧係冇可能拍到嗰個精髓啊，變咗係頭同尾，咁變咗咧對我嚟講咧，我第一次睇阿基拉咧，係好唔明，佢個唔明程度咧係高過工學。工學我入，工學好多嘢俾我入到啊，俾我去諗到唔明，我先再諗。而佢咧，你發覺會唔會真係嗰種所謂由漫畫過渡到電影嗰種都叫妥協啦？係咪叫妥協嘅？一陣我哋就講咩啦。咁啊，阿峰，你又有冇睇過佢漫畫？冇，我都冇睇過。咁樣其實馬榮成嗰時好似買咗個版權出嚟，我係咪天下？好似係天下嘅嚇。香港版又出咗嘅。就係翻譯得幾好添嘅嚇，咁樣嗰個阿基拉嘅漫畫咧，我覺得係相輔相成咧，唔算係好，因為佢有好多突破，咁啊一陣可能會講嗰樣嘢。但係當然啦，個漫畫版第一個漫畫版咧，即係娓娓道來咧，佢好多細節嘅。咁第二咧，佢自己做翻導演啊嘛。
咁所以咧，即係都有好多好多咧，我諗啲取捨嘅問題嚟嘅。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咧呢個阿基拉咧，當年咧其實有好多人都覺得唔算好完善，因為佢漫畫都未曾去到嗰個 ending 嗰時，都未完嘅。嚇！咁但係佢要安一個 ending， 然後咧就跟住去跟落去咁樣啦。咁啊，呢啲我諗啊，其實大家都熟咧，就都知嘅。咁咧，但係咧就有另一個問題。但是下一節咧就接問你嘅，響同時咧，嗱你咁中意宮崎駿咧，嗰時同年咧，佢係撞咗兩部宮崎駿佢哋嘅電影嘅喎。1988年。係啊。誒，哇！你又計到喎。好，咁我哋下一節咧就即刻俾你答啦。啊，好，下一節就同大家電影有讀。